呀，你好坏嘛，讨厌。你不长眼啊？哎呀，老公，这不是你的穷鬼前妻吗？离开你混的也不怎么样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好什么好呀，你自己都换成什么样子了还管我们家的事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公啊可是正式集团的总经理，要不让我老公给你找一个保洁的工作怎么样？走啊老公，我们回家。哼、啊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这个好用，来，你带回家用吧。这么好的东西你给他用，这不白瞎了吗？老公，我们回家。哼。虽然我们离婚了，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今天能这样对他，明天就可能这样对我。我想我们的关系还是再重新考虑一下吧。谁记得我那些说过